简便计算 ,36 乘 1.09 加 1.2 乘 67.3, 诶，两边乘中间加，会想到我们的乘法分配率，但是左右两边都没有相同的因数呀，怎么办呢？再观察，你看这有个 36, 这有个 1.2, 1.2 的30倍啊，正好是 36, 所以呢我们不妨啊让 1.2 去乘以 30, 再乘以 1.09, 右边 1.2 乘 67.3, 1.2 乘，你看这个算算是多少，哎 ,32.7, 再加上 1.2 乘 67.3, 那么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做点什么了，提取公因数，你看左右两边都有 1.2, 把它提取出来，再乘以 32.7 加 67.3, 1.2 乘，你看括号这个恰好是哎 ,100, 所以乘 100, 结果就等于120。这就完成了。